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争吵。这也半个。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彰化县埔心乡的罗厝村有一个很有名的罗厝天主堂，已经有130年的历史。住在庄仔内的邱志哥师兄做囡仔的时阵，家境非常的艰苦，常常受到神父的帮助，真自然就成为天主教徒。随着师兄长大成家立业，他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，因为他的太太罹患鼻咽癌已经10几年，后生也破病瘫痪，使得师兄不得不放下工作来照顾妻儿，经济负担非常的沉重。在6年前，主祭人知影师兄的情形，所以常常来厝内家关怀，为因家带来温暖。到底邱师兄一家有啥物故事呢？咱即马就到阵来去甲了解。烧烤卡洗碗，然后煮包煮菜洗米，然后就是头公啊，我徛袂在啊，然后倒一眠床啊，歇困啊，然后倒一眠床。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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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妹。哎，两个在凉凉凉的。礼拜在念，拜六在念，然后礼拜在念，拜日在念，然后拜日在念，拜三在念，然后拜四在念，然后拜五在念，然后拢在念着对啊。嗯，拜六有啊，然后礼拜就有啊，然后拜一就有啊。中掉呀！然后只手翘翘，然后脚翘翘，打疫苗针，药我做唔到，然后出严重的。然后做有啊，做一届请人顾，然后拢药拢无人食，然后伊总有啊会发作有啊，送去病。好大伊，然后大大，然后阮爸会家己去带转来，带转来顾。
我是草，你该讲话了。我要当神父。你要当神父？我想当神父者。啊，怎话？伊迄久出事嘛，报两个月。啊，伊妈迄久要生个，真侪血压悬啊。我去中医检查，血压百八啊，爱紧开刀生啊无。啊，两个母亲拢肺炎。啊，七。嘛七个月、八个月开刀，啊报两个月进化。啊，我全咧破病，全咧艰苦啊。不过一百人啦，唔知啊，是不是命运的创敌？邱师兄生下大儿子之后，厄运就接二连三来报道。先是大儿子意外打错预防针而造成瘫痪，接着小儿子因为早产而住进加护病房，最后太太瓦利亚也在产后被发现罹患鼻咽癌。为了照顾妻儿，邱师兄只好放弃赖以为生的工作。做活动，你讲伊迄时阵是住啥呀？嗯。啊，咱就派运去住着。捌住过两支啊，同住的时住三支。哎，伊无多个药，药有阵时会变质。讲有诶，有诶卖啊！买用国家救济金嘛，30万啊，啊30万都伫安装都开大个啊！迄即阵个初阵较无定住咧病，无定看局势歹，就紧甲载去。哎，意思就讲，你家己顾顾也袂歹哦，无正常定下住，有阵时住个月，个月嘛咧住，两个月嘛咧住。一年住几个月？跟你厝诶，对叮当安尼吼。哎，叮当也是袂食袂吞。啊，大老惯啦！你若甲惯上去，伊嘛会砸着。你敢捌甲伊砸着？捌啊。啊，伊会甲你生气无？会哦。你生气是安怎生气？伊哦，目睭会无共款。伊都头啊，都十二年啊。85年，七八个月，中医啊检查就讲偏癌啊，偏个癌啊，啊就电啊，一哦生几粒，两粒三粒个，啊拢逐工啊去电，啊不然伊啥物骨唔食，啊我硬硬啊吞袂下。哎，很累嘞，很累。真过袂开啊。啊，很累嘞，很累嘞，啊很累嘞。哦，有较好。哎呀，很好啊，很快乐啊！哦，迄年袂好闲了吼，迄年常常嘞。哦，迄阵足定个着对啊。哎呀，啊，好闲了，很快乐啊！啊，很快乐啊！开始泡。泡温白的嘛，哎，较艰苦，较无安尼吃，遐倒几工，真艰苦，真难嘞，就无倒吃。伊掺掺胖啥嘛，无落胖，买我胖。
骨较艰苦安，啊去住院啊。像阮太太安来，都无多。你爸，爸拢安。标签的。嗯。小爸没我管。迄句是讲，母甲一巴掌大。那个小小甲那去找全身骨折药啊。啊，要一只足大个对啊。嘿，小土脚无空，无空好整。有的无在讲，对啦，像一到第时囝，戆，你你妈讲不该抱蛋掉，给戆戆，不该抱蛋掉，看，嗯，伊有在听哦，哇，伊有在听，有在听。你听有啊？听有啊。各个面靠，你去。在六七年前，祖祖孙兄叔祖就常常去关怀邱家。大家看着邱师兄，每一天为着照顾出来的人，不是足不出户，就是跑医院。因此鼓励邱师兄，不妨每个月抽出一点时间，带孩子到环保站来做环保。由于感受到慈济人的热情与关怀，从92年起，邱师兄一家人也加入做环保的行列。是这样，加了，加了。哦，啊，你讲拢有分类无？你有分无？伊若热天吼，伊若热天热的时阵，即摆是寒天，伊才会尖尖哦。啊，伊若热天，这是拢规个拢生汤生汤哦，拢生汤哦。啊，伊同款安尼做哦，然后做甲这，因为讲咱好好人，感觉讲一位啊，就感觉足菜呀。但是伊就是拢安尼，无讲感觉讲伊会艰苦的，他都没有觉得他的身上有病啦，他就是比正常人还要。比正常人吼，佫较精进啦。感恩哦。我好香，好香，是无？嘿，安尼食到足舒适的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好香，好香，好香。嘿嘿，好香香。你讲啥？即句是啥？嘿嘿，好香香啦。嘿嘿，好香香。哦，是，大家在讲的就对啊。系啊。
哎呀，做啥子啊？哦。哎呀，做啥子？哦。我说我有时说会花钱钱，会花钱钱啊。拄拄头咧捡的风，有当会甲笑啦，啊有当甲讲，啊因为咱即马吼咱社区吼，做者咱因咱这附近拢做者咱的社区志工，啊拢有拢有咱的环保志工，所以咧捡的时阵，人拢会家厝边头尾哦咧甲解说讲吼，伊就是哦伊是安尼做环保，伊就捡环保，伊的目的啥，并讲无形中人就较袂甲讲，啊并讲产生伊较有迄个信心，啊嘛较唔。袂讲啊，我排斥安尼，啊，都愈来都是吼，愈该赞赏吼，啊，伊都愈欢喜安尼，起欢喜心啦。我做安怎个啊？我做安怎个？我希望我四个月我做环保。在输赢输这后咧，斗关心哦，后咧来斗鼓励安尼。我唔只好难过，一个心好好难过。莫个想啊，我拢全咧破病，全咧艰苦啊。莫个想啊，如何？我讲我伊甲即摆来就莫个想啊，可能。师兄都无怨无悔，唔捌讲哦，伊安怎，伊安怎，拢袂哦，拢袂，拢唔捌，从来拢唔捌讲过。伊讲啊，代志拄着就是爱处理，所以不会。师兄，我感觉真正。伊精神确实足好个。啊，卖啊卖想，说捡环保个滴啦，愈想愈恶杂。啊，偏路偏路，都看伊安那吼，啊，就是特别巧啊。有些效果，是说，嗯，较袂爱乌白想，较袂想一寡我出来咯，啊，全咧艰苦啊，全咧破病啊，较袂去想遐。哎，想我这物件好。这会当回收再利用哦，阿鲁米也当阁用出来哦，绳也都阁当用出来，啊纸咱阁做一寡足济物件出来。心情是有较偏落啊，你若甲坐像安坐，你若甲听，哪像哪恶杂。哎，哎呀，卖个想，天下骑车，车往桥海，哎，桥啊，我心可能较浅啦，我啊正讲有影，有影个。愈桥心愈浅啊，这土地干呐，爱好我保守个艺术感觉咧，去桥啊，有差啦，做环保啦。咧捡啊，啊，就了解组织，吼，然后因遮即搭就产生很多志工出来咧。啊，我感觉讲伊嘛是一个菩萨啦，
啊，多足侪人出来。哦，阮这阮即区主工足侪呢，阮若咧做念吼，无教人吼，迄教人会一台车思想在都。伊拢对，伊嘛是一个菩萨呢。哇！师兄来领导姐姐哦，来领导，领导坐啊，你入去啊，快来听啊，我们来领导呢，嘿呀，点头了，哎呀，我来领导姐姐呀，乖乖，够乖乖哈，够乖哦，你孙仔以前有影听有。有啲笑呢，嘿，古板，有啲笑呢，古板。人生怨叹无路用，啥人无家爹，用好歹相同情，自己爱分明明。我可比走马灯，转无停，转无停。万事着一志，爱坚定，才会好人来陪平，过着才光荣。邱师兄伊捌讲，我每一天的生活拢同款，照顾囡仔，看厝内，命运是安尼，我家己都爱学会晓坚强。学会晓坚强，毋是认命，嘛毋是放弃哦，是一种随顺因缘的态度。这对任何人来讲，拢是一个困难的课题。看到邱师兄伫个路边认真地去环保，太太管理嘛伫个伊的影响下，开始走出来收环保。接触人群，我们发现，因在走的当中，慢慢忘记身上的病痛，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了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期待后一届有更加多温暖的故事，会当甲大家斗阵来分享。草根菩提，我们下次见。